我想睡觉了，晚安。主人晚安，注意不要打呼噜影响别人哦。你吃过饭了吗？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吧，对自己好点。机器人和人的交互呢，就会出现一种新的局面，这不是简单的说话，不是简单说话，而是根据用户的表情能有一个情感的交流。